简介。新营太子爷庙哪吒文化风采。新营太子公主寺中坛元帅，俗称太子爷、李哪吒、哪吒太子，为本省太子爷开台祖庙。太子宫位于新营区西南方五公里，距盐水区约三公里。自清朝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先民奉请来台奠基县址几历四百余年，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日为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及金身均会前来谒祖会乡，盛况空前。目前古庙已于民国88年11月19日经政府评鉴位列及古迹在案。每逢各路神明圣诞日或农历九月初九日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谒祖会乡一日多达1200团，过炉神尊高峰日一日有4000尊的神明金身莅临，每年香客游客数多达600万人潮，庙前阵头表演活动热闹精彩。尤其新营太子宫近年极力推动电音三太子之表演活动，其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不拘泥于传统之性格，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之做法成为一种台湾本土特有的文化。简介：新营太子爷庙哪吒文化风采。新营太子公主寺中坛元帅，俗称太子爷、李哪吒、哪吒太子，为本省太子爷开台祖庙。太子宫位于新营区西南方五公里，距盐水区约三公里。自清朝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先民奉请来台奠基县址几历四百余年，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日为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及金身均会前来谒祖会乡，盛况空前。目前古庙已于民国88年11月19日经政府评鉴位列及古迹在案。每逢各路神明圣诞日或农历九月初九日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谒祖会乡一日多达1200团，过炉神尊高峰日一日有4000尊的神明金身莅临，每年香客游客数多达600万人潮，庙前阵头表演活动热闹精彩。尤其新营太子宫近年极力推动电音三太子之表演活动，其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不拘泥于传统之性格，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之做法成为一种台湾本土特有的文化，并将电音三太子推向国际舞台。电音三太子几乎成了台湾的亲善大使，所以新营太子宫的电音三太子图腾乃采用台湾太子一级棒。图示电音三太子手拿棒棒糖，脚踩台湾，在台南出发，与世界为友，发扬台湾活泼的创新宗教文化。南台湾的热情竭诚邀请您亲自前来全台第一座三太子庙，体验新的电音三太子文化。
太子爷古庙为传统式木质构造，前落为八柱卷棚式拜亭，通梁及受梁、隔扇平门皆为透雕插穴，螭虎团炉、屋架缩爪筒为叠斗式做法，至三斗出斗拱及鸡舌，牌楼面为一身三斗，屋顶为歇山式，屋脊作燕尾起翘，龟带及串角作卷草剪黏装饰，做工精致。正殿掩目仪皆置于大壁上，前牌楼面次间平门深堵作螭处炉透雕，顶堵腰堵作浅雕，屋顶为映山式，两侧厢房山墙为火形额头坠饰，整体建筑风格古朴素雅。简介：学甲瓷器工技业王交趾陶，学甲乡。一，祭祖活动有其特殊性，深具时间深度与历史性，与地方开发史有密切关系，并整合学甲十三庄，为台湾一乡庙会指标性活动，具保存价值。二，上白交祭典活动，请水火具饮水思源，香火兴传之民俗意义。三，参与异乡之聚落组织固定，庙会中之蜈蚣格具特色。学甲瓷器公主神保身大帝，系于明末由福建泉州府移民引请，随郑成功部队来台，而由学甲头前辽将军西畔登岸。上白交祭典根据考证，始于清岭时期，学甲地区乡民经常返回原乡福建泉州白交瓷器工业组。由于保身大帝诞辰为农历三月十五日，故必须提前数日渡海，方能赶上神诞，所以乃定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日治时期后，由于台湾、中国民间往来受限，来往关卡不便，遂逐渐改于当年登陆之处举行隔海业祖祭典。上白交祭典原非年年固定举行，二十世纪后半才逐渐改为每年举办。上白交祭典原属学甲地区的区级祭典，参与庙宇以学甲瓷器工的交培庙、分灵庙、学甲十三庄的庄庙为主。1977年左右，台湾兴起寻根热潮，上白交祭典乃受官方支持，标举其饮水思源的精神，而逐步扩大祭典层次。1980年开始升格为县级祭典，祭典主任委员为台南县县长。1981年是逢中华民国建国70周年，配合举办议政比赛与议文展览，由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主祭。基本上，学甲乡是由上白交繁衍而来，早期的上白交仅系其辖域的一种神明祭庆，大抵在1981年前后，使变成今天这种全台闻名的盛大庙会。一般说来，上白交祭典绕境时，每年的乡路颇为固定，基本上是一天的行程，全体议政和神教，在宫内祭典结束后，由慈济宫出发，经后社、光华、中州，而于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头前辽将军西畔，在此举行上白交业祖祭典，结束后再依序经中州、彭城、后社而返庙，整个活动大致在当夜十点左右可完成。然而，这种学甲头前辽学甲一天乡路的绕境模式，受到神佑人瞻利益的仅系学甲
中州两大庄而已，其余的十一庄都只尽义务而未享权利，也就是说同样出教出镇，仅绕别庄，其别庄之安，却不能绕己庄，求己庄之安，因此为求和谐与向心力，慈济公遂有绕巡十三庄的三天一乡产生，此即一般所谓的学甲一乡。与邻近区的麻豆乡、萧龙乡一样，学甲乡一乡活动的举行也一定会组吴公镇担任乡镇开路前锋的任务。而早年坚持不让电子琴文化入侵的学甲乡，近年来也都有电子琴花车的加入，中州第一团的踏敲镇则是每年必参与的镇头，而一格的特色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气息，如五虎平西、董汉寻母等，还有酷似吴公镇的八仙棚，都是学甲乡最具代表性的一格。学甲上白蕉绕境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有来自五大洲总计千余种珍奇动物生活在这片占地20公顷的乐园的顽皮世界，园区内模拟园栖环境圈养方式，以低矮栅栏展示，让人与动物的距离缩为零，各种不同主题动物区、可爱动物区、非洲动物观赏区等，除静态观赏外，还有骑乘骆驼、搭乘马车游园乐、欢乐明星动物表演、顽皮剧场与大象剧场等动态活动。来顽皮世界，让袋鼠、骆驼、企鹅、羚羊、斑马、长颈鹿、大象等动物陪我们去找回大自然的感动与纯真吧。观音亭简介。观音亭位于马公市区西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刹，建于清康熙35年，西元1696年，由水师游集薛奎创建，主要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是澎湖佛教滥觞与澎湖民众的信仰中心。香火鼎盛，近300年来屡经重修，光绪10年西元1884年法军侵澎，不仅造成庙宇损毁，庙内原有名贵古物及观音佛像两尊、18罗汉及中等均被掠夺一空。光绪17年西元1891年，由澎湖总兵吴洪洛捐资补修。日本治台后，澎湖声名于昭和2年西元1927年再度重建，并于南侧放生池中增盖凉亭一座。2年后，乡绅薛佛然、王不成捐献木骨城中一组。民国46年西元1957年因庙宇年久已害严重，由乡贤郭石头及各方资金修建，即今日所建行。是民国92年西元2003年由县政府整修，屋面新作，眼目检修及抽换，费时3年于民国95年西元2006年完工。值得注意的是，门口的两座泥塑狮，一雄一雌，系光绪年间雕塑创建，雄狮由澎湖当地名将林勇制作，母狮则由魏唐山名将彭海乐负责制作。这两座泥狮的材质
表情与姿态异于常见。的实施是由糯米浆、石灰、黑糖水调和雕塑而成，不仅外形威武，且历百年不坏，台棚景。此一对原为总镇署衙门的镇门之宝，直到衙门废除，两座泥塑狮才被移至观音亭守护居民们敬爱的观世音菩萨。另外亭前的两座石像据说是菩萨的坐骑像，在历史中多半见于帝王的陵墓，其雄伟姿态代表君王大驾光临之意，同时也集君威赞颂菩萨神威凛凛，以石像镇门是一般庙宇难得一见的景象，更增添观音亭神秘的色彩。玉清宫简介：玉清宫创建于民国前六年，西元1906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只作玉清礼坡堂下主神奉祀关圣帝君，地方人称恩主宫，是许多苗丽人的信仰中心，不但善男信女经常前往膜拜，更因能替信众驱灾解厄的传说而成为许多小孩的守护神。只要被认为命不好或不好带的小孩，父母都会带他们到玉清宫求恩主公收位义子，希望能够庇佑以后顺利平安。为苗栗市香火鼎盛、盛名远播的庙宇之一。火旁应铜棒龙简介：火旁龙为客语发音，也就是炸龙的意思。火旁龙为台湾客家族群每年于元宵节中重要的民俗活动，不仅有迎春纳福的意涵，更保有传统习俗及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苗栗市公所为传承客家宝贵之文化资产，亟待动关心台湾客家文化之人士更加了解文化内涵，并扩展其地方文化观光价值，特将原为传统客家地方民俗火旁龙的过程加入采阶级全民参与的创意性系列活动。因此近年来每到元宵时节，苗栗火旁龙采阶不但吸引外地观光群众进入苗栗参与火旁龙采阶各项活动，更促使苗栗火旁龙采阶活动俨然成为台湾新春期间最重要的元宵节庆。火旁龙六部曲。火旁龙活动可分为六个步骤，各有不同的文化意涵。一、胡龙，由龙主取材至龙，一般要于过年前完成，年后练习元宵节时迎龙拜年。二、降龙点睛，祈求天神赐降神灵锐气赋予龙身，及神龙绕境参拜护佑苍生。早期苗栗客家习俗，胡制完成的龙要于正月十五到当地的土地公庙，遵循客家古礼科仪开光点睛后，使可至家户登门参拜。现苗栗市公所为推动此一特有文化的保存及教化之意义，因此配合迎龙
碾龙、火旁龙的活动，整合苗栗的区龙队，将降龙点睛仪式改至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当天，在苗栗市中心之玉清宫联合举行，其使客家民俗精髓得以传承。三、迎龙，客家人对元宵节迎龙有两种意义：仪式欢迎神龙，登门参拜纳福；一、为舞龙，欢庆年节。客家人咸信神龙登门参拜等于神明造访，能为地方消灾，给家户带来好运。四、火旁龙，龙月，火旁月旺，迎龙时燃放鞭炮，有恭迎神龙的灵气驱邪纳吉之意。一方面庆贺祝兴，一方面增加年节热闹气氛。火旁龙石炮阵四面八方射向龙身，全场烟雾弥漫，人声鼎沸，锣鼓及炮声震耳欲聋，掀起民众高昂的欢乐情绪，每将苗栗特有民俗活动推上节庆的最高潮。五、碾龙，碾龙就是跟着龙走，可以带来平安吉祥。六、化龙升天，炸完龙之后，龙队需返回龙及点睛的土地公庙，谢神化龙，其义功德圆满，送龙升天。简介：造桥天赐佛院自然生态园区。一、本园区位于苗栗造桥乡丰湖村 REP， 风景自然优美，在群山环抱之下，高高低低的树丛展现满眼的绿意，加上步道水池巧妙布建其中，引导游人拾级而上，倾听风声，鸟鸣为风吹过树梢，演奏起奇妙的大自然乐章，整座园子看起来是那么自然写意，让人通体舒身，心灵仿佛都被大自然影响，通闷了能量。而这模优美的景致里头，蕴藏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庭园造景达人创作用心和水土保持与自然生态功法运用的智慧，列为全国示范区域，示现给国人最自然又舒适乐活的绿色宝地。二、前往本园区道路相当便捷，高速公路在苗栗县境下交流道往造桥方向走台十三甲线，即可看到天赐自然生态园区醒目巨大木质牌匾路标，转入山路约两三分钟的路程，就来到充满绿意优美的天赐佛院自然生态园区专用停车场，相当方便。三、本园区占地十公顷，有优美的生态景观池、养生珍宝五叶松树及同时附在松树上美丽的兰花，更有美丽的樱花步道、杜鹃花步道等等，有专业导览解说员为游客们导览解说。四、造桥乡最具特色的产业活动金瓜传奇系列活动，已连续好几年在本园区举办，园子更已培育出数座南瓜隧道，每年到六月，棚下结满
了各式各样的南瓜，全家大小一起走在结实累累的南瓜藤下，颇有丰收富足的乐趣。五本园区备有特产的养生饮品五叶松茶，是以木材为新慢火四小时以上熬制而成，茶水内有一股松树的香气和甜味，自然回甘与客结缘。简介：北港朝天宫。北港朝天宫在台湾本岛的300余座妈祖庙中，历史最为悠久且香火鼎盛的庙宇。民国74年将朝天宫列为国家二级古迹，建于北港镇的中心位置的朝天宫，历经300多年岁月的洗礼，其间多次的扩建重修及维护，才得以保存现今完整宏伟的风貌，堪称台湾独一无二的闽南式庙宇建筑代表。依据专家的分析，北港朝天宫在台湾寺庙建筑及装饰艺术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特色，绝对值得去参观的民众望时驻足欣赏并流连忘返。北港朝天宫使用多重的院落组成，平面建筑采用大宅地之规模兴建，呈现四落八殿一城七院之布局而成。其庙内之梁架结构、木雕、砖瓦、陶瓷、雕刻、剪黏、彩绘等，皆是历代名匠之巧艺，如厦门名匠洪坤福、澎湖匠师谢自南、彰化名匠江青漏、大木匠师陈应斌、彩绘大师陈玉峰父子，皆在朝天宫留下不可错过的经典作品，例如庙城外石栏杆柱上四海龙王之石雕像，每尊人物及坐骑姿态各异，气势雄健，以米字形做出斗拱结网构造而成之藻井窗花，上之人物表情举止的生动刻画。值得一提的还有朝天宫拥有代表台湾龙柱雕刻史上不同年代的三对龙柱，其中观音殿内1775年清朝乾隆40年明记的龙柱，风格古拙浑雄，为台湾最早其的典型龙柱之一。第二对在正殿拜亭前，是1852年咸丰二年所雕的八角柱盘龙。第三对为文昌殿前，嵌有台湾现存最精美之双龙戏珠石玉露，也是清代道光时期西历1821-1850年之雕刻，石质精美，雕工精炼，构图严谨，造型苍劲有力，是台湾罕见的石雕杰作。朝天宫是一座结合宗教与艺术的文化殿堂，亦是匠师们参观学习的典范巨作。在这里，您可以简单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因为可以看到跨时代不同名匠所留下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艺术结晶。就算不懂艺术的人来到这里，也一定会被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
一幕巧夺天宫的精致设计所吸引。妈祖景观公园位于朝天宫后方的妈祖文化大楼顶楼，由原北港中央分市场改建而成。民国77年10月2日，北港朝天宫与湄洲祖庙地结永结至亲的联盟，于民国79年赠建湄洲祖庙一座高 40.5 公尺的两岸和平女神妈祖石雕像为纪念，以发展湄洲之观光事业，而湄洲祖庙也回礼给朝天宫同一尺寸的妈祖石雕像为纪念，两尊妈祖于两岸遥遥对望。回溯时间，大陆湄洲赠与北港朝天宫之石雕妈祖于民国82年12月29日开工，在大陆雕塑后分成360块的花岗石一块接一块的安装，历经二年三个月的时间才推叠成一尊庄严慈祥的妈祖石雕神像。神像由大陆厦门大学美术系李维四教授设计，采立像手持如意，象征和平女神护佑两岸人民，高14米9，由357块花岗岩打造组合而成。石像底座高5米，正面彩用青豆石雕刻四海龙王、绿24司水府众神朝拜妈祖的浮雕非常精致壮观，底座两侧雕刻24孝图，栩栩动人。湄洲祖庙于民国85年农历3月17日由该庙董事长林文礼律团奉送正殿妈祖之一守德妈祖，给予朝天宫3月19日为回赠妈祖石雕开光见证，同时赠送灵护台江匾额与朝天宫。面积近千坪的妈祖景观公园，除妈祖石雕像外，四周搭配仿颐和园的长廊亭榭、庭园造景、护城河及中式古色古香的庭园回廊，再再让道。此一游的人们顿时心旷神怡，从石像公园居高临下远眺嘉南平原，皆似流水，一览无遗，堪称云嘉地区一大胜景。欣赏了庙宇建筑、石雕妈祖公园后，还有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就是朝天宫的文物馆。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清楚，朝天宫有一个馆藏十分丰富的文物馆。新建文物馆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在民国81年进行基础工程的挖掘，在地平面下3公尺发现完整的房屋基址、古井、大量清代陶瓷器物，判断应是先民留下遗址，出土3万余件瓷片、陶片、砖瓦、木灰、贝壳、植物果实、金锭一条、钱币、十层不同文化的层土样等文物。这些文物现在都留在朝天宫中文物的镇理、调研、维护等经费庞大，朝天宫也因为经费与人力有限，无法有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但就民国85年所做的文化地层调查工作显示，
北港镇在三四百年前就已经开发，并有人居住。注：参考文献蔡向回社区性历史博物馆规划的理想与实际，以北港朝天宫文物馆为例。目前朝天宫文物馆内所收藏的文物超过3000件，从字画、针织品、陶瓷、屋瓦、福建德化窑、青花瓷、盐瓮、香旗到铜制烛台、戏服、佛像、百年神教等等，物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果想亲眼目睹闽南文化的演进，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简介：新港奉天宫天上圣母元宵绕境。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陪着这个地区的先民度过无情的大海，在这一块土地落地生根，更庇佑着所有人民度过一场场的天灾人祸。在人民心目中，妈祖就是一份安定的力量，透过上元结缘萧绕境，让妈祖走过庄头，走过大街小巷，期待着妈祖能够将慈光普照于这片土地上，祈求上天赐福人间，让人心安定，远离灾难。一年当中，开台妈祖正尊神像都供奉在庙里，而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才会被迎请出来，如正月十五元宵绕境，或四年一度的十八庄绕境活动时，神像坐于精美雕刻的神轿中游行，街面四村以车巡或步行的方式绕行云嘉两县十八庄活动。活动分成几项重要过程：一、贴香条，贴香条揭开妈祖绕境的序幕，奉天宫香条上书有新南港奉天宫天上圣母则于月日绕境平安的字样，用长条形的黄纸在刻好的香条印板上拓印下来，因为上刻着新港的旧地名新南港，所以此块印板有很深的历史价值。张贴还有一个规矩，香条要贴直的，为妈祖在此休息，如果会从此的经过，香条要斜着贴，而且倾斜的方向为神轿前进的方向。二、号炮，号炮的鸣放是为了告知要参加元宵节上元绕境的团体来到奉天宫前广场集合。每一号炮鸣放的间隔大约为15分钟，参加绕境的团体一定要在第三响炮鸣放前至奉天宫庙口集合完毕，等候恭迎妈祖起驾。奉天宫的妈祖也要在第三响炮鸣放后出庙。三、通书，通书分为出巡文书与祈禳文书两种。当奉天宫的妈祖及众神要出巡时，一定要由奉天宫董事长身穿长袍马褂担任主祭官祭拜，并恭读出巡文书后，将文书焚化于香炉内，表示已告知众神，立即由奉天宫董事长请出各神明会妈祖神像，交与各会的炉主，请至教内安坐，准备出巡绕境
回驾安坐用之。其穰文书为妈祖回宫安坐时所供读，内容除了诵读妈祖已巡视境内并回宫安坐之外，还有祈求今年全境都能平安顺利。四点戏，点戏是妈祖出巡时的重要仪式，释放三号炮后，开台妈祖的神教会游信和的宗亲扛至妈祖大楼的戏台前，点戏仪式虽简单，却呈现了新港的开发史。在嘉庆年间，原本奉祀开台妈祖的本港天后宫被洪水冲毁了，本港南岸的居民就迁往东边地势较高的麻原寮庄，现今新港居住。妈祖亦随着先民来到麻原寮，并祭奉于麻原寮肇庆堂土地公庙中。之后妈祖选上了现在这块宝地要重建宫额，拥有这块的当地和姓宗亲慷慨地捐出这块土地，再由打猫西堡十八庄的居民合力兴建奉天宫，所以妈祖感恩和姓居民献了这块土地的恩情，所以妈祖出巡时一定要由和姓宗亲扛出庙，之后才能交予开台妈祖会的教班会员。五，妈祖出巡阵头，新港奉天宫的信仰圈范围大，所成立的阵头数亦多，而且各个技艺出众，常常获得好评。陪伴妈祖出巡的阵头以文馆与武馆来做其分别，文馆大古镇、巨声社、巨婴社、协和社、北馆、同乐轩、五凤轩、新义轩、南馆、清华阁、昆曲、凤仪社、少角、威扬团、武馆、施政、顺武堂、协和堂、平和馆等。十二婆姐、高跷、飞云社。六，入庙安坐，下午一点出庙后，妈祖会绕行阵各新港街面的大街小巷，一直到凌晨才回到奉天宫。所有的神教在庙前离教，神教来回冲跑，表示对妈祖的敬意。在外地打拼的新港人都会回来参与离教的活动。离教原本只是单纯的三进三退，但场内人员哨音高响，及在旁的观众高声欢呼下，可能跑上来回十多趟，年轻人也得到了英雄式的赞扬声。这也是新港妈祖绕境特色之一。奉天宫举办元宵节活动，除了依例举行妈祖绕境宗教层面活动外，为展现艺术层面，特别聘请许多知名民俗艺阵参与演出，并结合社区学校所培训的地方传统艺阵表演。这些学生亦正是本宫常年培育的团体，包括新港传唱百年子弟团、北管乐、五凤轩古典优美文昌国小国乐队、活灵活现新港国小醒狮队、金神意一股民国小、宋江镇可爱讨喜的复兴国小、舞狮镇、
古老的变装秀艺高十二婆解阵等，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练习传统艺阵，并将成果在妈祖绕境时大展身手，带给民众多方位视觉享受与创新的元宵节。简介：台中孔庙。孔庙于民国56年由台湾省公共工程局规划设计、建造，建筑形式为了与相邻的忠烈祠、清代宫殿式建筑与彩绘作区分，决定采用宋代宫殿式建筑，以取其浑厚雍木朴实而壮观，平面配置细餐，照取复孔庙布置规模缩小而成，是台湾少有的宋式形式，结构复杂多变，装饰繁叠细致。孔庙各殿与彩绘艺全部彩用宋式，以卷草花卉为主，用颜色的深浅来描绘造型，施工相当细腻且繁复，可说是全台少有的建筑典范，值得民众研究与欣赏。孔庙整体建筑群牌坊道观古今德谋天地两座照壁林新门畔池前院观德门玉翠门辽亭驿所大臣门大臣殿东五西五崇圣祠观德门玉翠门里门驿路等规划，可说是全台最为完备的孔庙之一，更堪称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的先驱。而每年教师节当天清晨于庙中大臣殿举行的祭孔式殿典礼，均依循古礼进行，并游历行国小学童单纲表演八义务，表达对至圣先师孔子的尊崇与赞颂，年年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观礼，成为孔庙的年度盛事。简介：嘉义朝天宫妈祖文化。宜朝天宫始建于清康熙16年，其后多次迁徙。光绪30年迁至县治，后又因年久失修，并遭到蒙基轰炸，旧庙不复存在，经信徒们筹资重建，历经12年的修整，终于在民国75年正式完工，完成今日所见的三层宝殿。从庙口一幅由嘉义著名画家陈澄波所绘制的油画中
可以窥见昔日朝天宫庙与风貌与周遭环境。如今路虽改了，庙虽变了，但里头的神祇仍在，民众们对妈祖的敬仰也同样不减分毫。二两头巨大石狮镇守庙城，一进庙门，左右高一丈、后七寸的门神随即映入眼帘，是由木材界专家，同时也是朝天宫前董事长陈山龙先生精心挑选优质桧木后，交由朝天宫董事薛水树先生所雕刻彩绘的属一体成型无接缝的浮雕作品，甚是宏伟。三义楼大殿所奉祀的温灵妈祖是软身黑面妈祖的头与四肢均可转动，头部是用香檀木雕刻，躯干则是以绸缎缝制而成，身穿宋朝衣冠，脚踩三寸金莲鞋，坐在龙椅上，眼露慈祥与和蔼可亲的笑容，诚如圣母垂爱世人，静听信众吐露心声。四另外，2012年朝天宫在整理神像时，意外发现一尊已有300多年历史明朝铸造于宣德年代的铜像观音，铸工精良，神韵慈蔼，堪称神像工艺的精品。五二楼供奉有奉祀关圣帝君、玄天上帝、文昌帝君、四海龙王、风雨雷电以及水仙尊王、火德神君与水德神君等神祇，其中水仙尊王神像特别不一样，有他特别的历史典故。六而三楼则奉祀玉皇上帝、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等庄严肃穆。七朝天宫建筑气宇辉煌，不论是大殿的藻井结网、大柱上的斗拱，或是神房前的龙柱花堵雕工精致，无不令人赞叹。八正殿神桌是由整块黑紫檀金雕细凿而成，据估市值超过1000万元，属国宝级神桌。九另外，不管是二楼庙柱上有嘉义市知名书法家杨三清、杨卫兵父子所挥毫的墨宝，亦或者清朝皇帝所特赐的进士牌和两块嘉庆年间身具历史价值的记录石碑，都是值得细看珍贵历史文物。简介：嘉义武当山玄天上帝庙，下路头秋千赛会。一荡秋千应该是小朋友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吧，但嘉义市光禄里武当山玄天上帝庙的高空荡秋千可不是小孩儿游戏，而是流传了200多年的传统民俗活动。二早期高空荡竹秋千只有在农历闰年才举办，由于这项传统活动太有特色，民众的参与度又非常踊跃，所以庙方在推广传统特殊民俗的利益下，以直角碑的方式祈求上帝爷同意每年举办。结果上帝爷顺应民意应允了，每年举行一次。三高空荡秋千原先目的在庆祝玄天上帝圣诞活
洞当中所使用的秋千必须是以全新刺竹和藤条架设捆绑，并就当年的流年运势选定搭建高空荡秋千的方向。一般民众及团体可以报名参加高空荡秋千的比赛，挑战技巧及胆量。比赛赛制上分为个人组及团体组，主要在鼓励并培养人们冒险精神与坚强意志。四、高空荡竹秋千在酬谢神明的敬意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历史，200-300年前的嘉义市光禄里一带，其实草莽丛生，先民经常感染疾病，生活十分不安宁，直到向由福建分灵而来的玄天上帝祈求后，染病等状况才逐渐改善。居民在酬神庆祝之际，有人便以长竹架设秋千架进行特殊竞赛，除了酬神，也有荡到高处遥望大陆故土，不可忘怀家乡的意涵，附加锻炼身体的含义。五、每年玄天上帝圣诞期间，就算没办法荡上高空秋千，做个热情的观众观赏这个特殊的传统民俗技艺，也是很值得的。简介：原嘉义神社附属馆所，嘉义市史迹资料馆两栋建物，乃日治时代嘉义神社附属的斋馆及社务所，创建于昭和18年，西元1943年，斋馆系前往神社祭祀前斋戒和准备的地方，而社务所为神社的行政管理办公处。台湾光复之后，神社改为忠烈祠，而将斋馆及社务所并除于外。斋馆及社务所曾由国军828医院借用，至民国76年归还嘉义市政府。由于用途与建物原始设计功能完全不同，在不当使用及长期缺乏维护之下，导致损坏严重，后经市政府委托专业单位研究修复，本着不改变主体架构，保留原有外观造型式样，依原有建筑元素复原，考量与公园环境配合等原则，陆续完成建筑物的修复及展示软体的设计规划。民国87年10月，该两栋建物经嘉义市政府核定为市定古迹，并定名为嘉义市史迹资料馆。90年9月15日，史迹资料馆开馆启用，馆内展示有关嘉义的人与嘉义的事，以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交错，呈现各自的风华，借以激发民众爱乡爱家的情怀。建筑特色：新建昭和18年1943，属日本书院造，木构造，使用天花板、方形柱、榻榻米系统、指横拉门、外廊道等建筑要素。屋顶属入母屋，是相当于中国传统的歇山顶柱梁与斗拱系书院建筑元素之一，台基位低，矮干栏式做法，留有通风口，
以杜绝湿气。即砌库外墙以混凝土模仿木作，风格独特。简介：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宗教圣地之旅。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始建于康熙55年，迄今已近300年的历史，但历经战争、地震等毁损，乃于民国60年重建至67年竣工，成7层莲花宝殿，楼高135公尺，巍伟壮观。庙中的藏王菩萨身雕塑精巧雅致，宝香庄严，有余神灵显赫，护民有术，膜拜民众终年络绎不绝，向来是嘉义市重要的信仰中心。一楼庙堂中高挂的大匾“普济群生，不仅阐”，述了这位来自新罗国、24岁即已遁入空门、求道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他地狱不空，是不成佛，令人敬仰的大愿，更凸显了他对世人救济的慈悲。大殿桌前供有圣水，是每日清晨从祭祀地藏王菩萨的敬茶而来，据说民众常指脚求饮，对于消灾除厄具有心灵上的抚慰疗效。佛教中把生与死视之为万物自然生灭的过程，因此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里，生死是并存的。既有公众生祈求在世圆满的神旨圣堂，亦有劝诫世人勿存恶心、做恶事的阎罗大殿。从大殿往下走，象征冥界主宰的地藏王菩萨与阎罗诸王高坐在中，控管地狱的十家将则罗列两旁，栩栩如生，加上殿前悬挂的阎王司审谕具、大算盘，颇有醒民会众作用。正所谓世人何须空计较，天意有大惩处，告诫世人凡事物过于贪欲奢求，以免堕入六处轮回。不论您是否相信生死轮回，不管您是否认同善恶报应，位于嘉义市热闹市集中的九华山地藏庵，除交通便利，庙宇建筑独树一格外，更可登楼眺望嘉义市美景。而一旁菩提楼除平日提供民众进修教学活动外，亦有各式各样展览可供民众欣赏，有空到嘉义市来，九华山地藏庵是您不容错过的神灵信仰景点。简介：六角娘妈堂，圣诞千秋。娘妈堂是一座供奉娘妈的寺庙，意味六角相特，有的女神信仰，因此左右门的门神也以供女门神孩童为主，寺内还保留有年代久远的精美彩绘。庙中可看到有一件件衣服，上头绑着杯子，内装白米，是衣服的主人来给娘妈收金用，据说小孩大人都适用。农历3月17日是娘妈圣诞，当天娘妈堂自一早开始即进行祭拜仪式，而来自各地的信徒并会在当天演野台戏，
电子琴花车及布袋戏扣械神。明光布袋戏而言，每天都有一两百盆以上，并延续数天，规模之大与场面之壮观，全台罕见。来访游客可于一早抵达位在六角乡湾内的娘妈堂，一边随着信徒们参与祭拜仪式，为娘妈圣诞祈福祝寿，一边欣赏娘妈堂的寺庙彩绘之美与建筑艺术，亲临感受台湾宗庙所带来的视觉飨宴。娘妈堂外电子琴花车一字排开，气势热闹非凡，顿时间平日安静的湾内聚落因娘妈圣诞而为之沸腾。游客们在参与祭拜仪式后，可至临近这城文化园区、蒜头糖厂、王德禄将军墓或六家店长寿桥走走，或可在这城文化园区租借脚踏车后沿普子溪自行车道悠游其程，午餐则可以品尝蒜头当地的在地美食大肠包香肠，一顿轻食。饱餐后，回到娘妈堂，准备欣赏布袋戏与歌姿戏。几近销声匿迹的布袋戏与歌仔戏野台戏棚在此重现，驻足棚下即能换回台湾早期农村戏剧文化的记忆。布袋戏表演时间为 PM 3点到5点，傍晚过后可选择在庙口摊商简单用餐。继续欣赏表演时间为 PM 7点到9点的歌姿戏。回程可至蒜头村的老市场、兴旺饼铺、六角黑糖园、老福资糕饼铺或新宝真理饼采购特色伴手礼，然后带着满足的心情踏上归途。照片来源娘妈堂 Facebook。 嘉义七苦圣母堂圣母七苦圣宗教文化之旅简介。圣母七苦宗教文化之旅，一在现代忙碌的生活里，宗教信仰常是人们信念的引导者、倾听者与救助者。二、坐落在嘉义市民生北路的天主教七苦圣母堂，70多年来就一直默默静立在繁华的街隅，指引着迷失的人们，聆听着民众的心声，也救助着百姓的苦痛。三、嘉义市七苦圣母堂最早由普羌伦的梁雅诗神父于西元1934年所建造，以作为神父、修女们来往高雄与园林教区的中途站。期间还成立过小明诊所，利用西方医学救治民众的疾苦。四、圣堂格局虽不算大，但简洁优雅，大门入口处有仿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圣母像。五、圣堂中洁净肃穆的氛围，常叫人顿时忘却尘世的烦恼。在圣堂前方左边奉有主宝痛苦圣母，右边则奉有耶稣圣心。六、每年的9月15是痛苦圣母纪念。所谓圣母七苦，是指圣母一生都与耶稣同忧共苦包
阔勒玛利亚听到西莫盎的预言之苦，甚加逃难。埃及与耶稣在耶路撒冷失散三日，并在苦路。与耶稣相遇之苦，以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怀抱耶稣尸体和埋葬耶稣圣尸等等的苦痛。七位顾及台湾民众敬宗念祖的风俗，在圣堂后方还特设有祖先祭祀区，除了平日民众可以拿香敬祀祖先外，每年春节弥撒，神父更会率领信徒们一起祭亲。八儿圣堂左右两侧墙沿则镶有象征十四处苦路的图腾，每个星期五晚上固定由神父带领信徒们举行拜苦路仪式。九苦路是指天主教一种重现，模仿耶稣被钉上时自驾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之为拜苦路。十苦路默想活动最早出现在12世纪、17世纪。十方济会是圣利安娜曾大力宣扬，1731年教宗克勉十二世则确定14处苦路地点和敬礼仪式。另外，已故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亦曾重编拜苦路的内容。十一除了圣堂可供民众祈祷冥想外，七苦圣母堂更附设有幼稚园，迄今已有61年的历史。照顾育教过无数嘉义市的孩童，其中包括现今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知名人士，对台湾幼儿教育的贡献可说是不遗余力。十二更值得一提的，台湾著名的雕塑家杨英峰大师曾于1989年为七苦圣母堂雕塑圣母与耶稣雕塑，按照原来塑像比例加以放大的塑像就放置在正义幼稚园的园区内，是宗教与艺术结合的精彩之作。十三嘉义市天主教七苦圣母堂每天一大清早约六点左右就开放供民众参观。十四不管您是否是天主教徒，走一趟圣堂体验感受一下天主教的苦路与氛围，看看幼稚园里天真孩童们学习与嬉戏，或许就能让您对生活再度充满能量与动力。已拥有70多年历史的七苦圣母堂，绝对是您来到嘉义市时值得参访的景点之一。